沒有 concern 同埋幾時會推售？個 concern 我哋仲係已經進入最後階段㗎啦。咁、推售嘅期我哋一有 concern 之後會再同推同大家分享。我關期幾耐？第一期。我哋個關鍵期大概是明年嘅年底，十一月尾到啦。有冇機會五月推咧？有冇機會五月推？其實咧，我哋嗰個預售批文咧，咁我哋仲申請緊嘅。咁一有預售批文咧，我都會第一步咁啊通知翻各大傳媒嘅朋友啦。咁大家密切期待啦。係啊，我哋分開兩期嘅 concern， 今次依藍係我哋第一期，1,323 伙。咁我哋第一期依藍啦，就692伙嘅住宅單位啦。批房真係會兩期批曬嘅，咁我哋同步申請嘅，即係都會兩期都會。其實公布咗都係同步申請，咁其實政府上面都見到個資料啦。整個項目計算，我哋全部有70%有以上嘅單位可以喺度可以。咁問題個名一期咧，成個名係叫黃金海灣二南定係直名啊？二南，二南，二南係啦。項目名稱係黃金海灣，第一期名稱係二南。另外會喺三房附近嘅新盤啦，大型新盤。其實在個定價方面，我們會參考區內的一二手的 transaction， 都會留意個市場的情況，去再做進一步的定價。預計售樓指已經是進入最後階段了，我們日有消息又即刻會通知大家，我到時候再會決定了個銷售。有沒有機會？暫時我們要看看個售樓指的進度情況先。我哋希望盡快啦。二期全部都係分，一二期都係分拆單位，係啦，冇錯。我哋都會考慮而家二手市場啊、一手市場嘅情況嘅，咁啊，我哋都睇下到時候我哋係以乜嘢形式去推售，你哋密切留意一下我哋。補充翻啦，同埋我哋公司咧對我哋嘅項目咧嘅質素都非常之有信心啦。咁對我哋地段啊，頭先都解釋咗好多我哋嘅優勢啦。咁其實我哋都會睇翻個市場再去部署嘅。或者我補充一下啦，我哋對於這個樓盤嘅質量或者係到時出量都非常有信心，尤其是我哋對於喺海景方面啦，喺交通方面咧，都係喺依個區域嘅可以較為優先嘅，所以我哋都會考慮埋呢一點。其實啦，我哋本身嘅一期單位咧，就主打一房同埋兩房嘅。咁其實咧，個詳細資料咧就留待有售樓說明書之後咧，大家可以查翻。我哋都會第一時間公布翻俾各位傳媒朋友知道。第一期係分開兩個大樓，但係我哋有個大樓就分開兩個分期啦，叫做。我哋兩座咯，兩座咧，兩座簡單係兩座，即係成個兩座。一期裏面有兩座，整個發展有四座。请订阅我哋嘅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揿埋个钟仔啊！